Hello， 大家好，齐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下我们的随便聊，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那好，这边的话应该是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部影片了，4月13号，好不好？凌晨5点录完，然后剪完，大概也要准备出门了。这就是哲平的一生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就是目前来说做这一行业还是真的是挺幸福的啦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做一些就是。虽然很累，很就是有时候很累，就是像比如说像现在还没办法睡觉或干嘛，虽然很累，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玩的，就是挺舒服的。但是就是大家真的就是要那个啦，就是你必须就是要接受这一块，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哇，哲平你这边这个影片啊录这样，然后其实也没花多少时间吧，是你可以去调配时间，但是因为。你目前来说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如果真的要就是每天定期更新的话，大概就是要这么的辛苦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时候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的，就不是真的是直接入玩，然后直接上去或干嘛。你真的可能就是你要想一些东西，你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上去。像比如说我，那我真的要偷懒的话，我就直接妈直接打，然后我都不讲话，然后就直接放上去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我就觉得就不有趣了嘛。所以你大致上还是要分享给大家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会比较好，那么一喵喵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挺辛苦了吧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，你们还会有人想要当 YouTuber 吗？我觉得 YouTuber 其实好像，好像在走下坡了耶。我觉得就是已经没有像是以前那么的好去就是做一波这个应对了。我觉得开始有这种感觉。就不是说那个，就以前说真的，以前一定跟你讲说，哇，有啊，来啊，来做 YouTube 啊，你只要就是好好的分享啊，你想要长想做啊，一定都可以啊，一定没有问题啊。然后现在跟你讲说，好像有点难度哦，就是它是还是一个很好的副业啦。其实我一直都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比较稳定的一个副业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去就是比如说像你可能去外面上班啊，然后无聊啊，回家你就录个影片嘛，然后开始直播跟大家互动一下，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这种心态来做的话是 OK 的。但你如果要就是哇，我要赚大钱，我大同大，这个就稍微可能比较要看一下，就不是说那么的 OK 了哦。哎，我们这边是不是没有带那个啊？没带彗星级猫猫是不是很难打它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也不一定哎、欸。看起来它的 KB 好像是蛮简单的哦、喔。好，我们这边有这个牙王跟黑杰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可以来弄掉这个三兄弟。我觉得在那个红色出来之前，先把那钢铁打死，应该会比较舒服点。而且这一次的话，红色应该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带这个灰脚猫啦，好不好？还得是灰脚猫。这关也不过才第二星关卡而已，应该不至于就是那么的恐怖啦，好不好？应该不至于。那待会有钱的话呢，铁定是出那个伊邪那岐来细化埋几类的啊、哦。OK， 弄死，然后这边4500，伊邪那岐可以，没问题 ，nice， 有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这边的这个。无尾熊的部分哦，对啊，然后最近啊，就是有朋友就是在分析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感觉是目前来说，就是 YouTube 这边的这个观看的这个流量啊，就是人数感觉是有在下降的，所以我蛮想问大家，是不是现在大家有去看一些其他平台啊？就是有用一些其他平台，像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喜欢刷就是那个短影片的嘛，但是也不见得大家会刷我们这边 YouTube 的短影片嘛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去刷抖音啊，或是刷我们那个什么？刷我们这个什么小红书是不是？因为现在听到好，哎、欸，你看有飞脚猫就直接打掉。因为现在听到好像就是这几款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平常看 YouTube 啊吗？还是你们基本上看完就是哲平这边的东西，基本上你们就没在看了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这感觉好像应该是人数是有比较少，然后应该是蛮多人有去看一些短影音的。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小朋友都在干什么东西。哦，再来是红色喷喷啦，看一下上次怎么都用这种队伍啊！我的天，好了，我们一样用这套队伍试试看好了，了解一下大家好不好？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会想要就是去，就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我这边的这个影片观看数很低，可能是因为演算法或干嘛，然后或干嘛。其实 I don't fucking care， 好不好？我其实不太怎么 care， 就是因为我本来做这个的话，就是大家会发现，就是我基本上为什么我这么不在意，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只是当做一个纯片吗？我一直讲啊，这边就是一个纯片啊，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看，或是大家刚好顺便看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
只是就真的蛮爽，就是刚好大家就是会喜欢，然后会有一些互动啊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是要感谢大家，因为就是有大家喜欢才可以就是做到现在哦。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局面，所以像现在基本上有点就是比较走下坡，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没有就是到就是受很大的这个影响。我比较难受的反而是就是哇，以前的一些朋友可能现在都没在搞或干嘛的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这样？就人事有改变不少这样的感觉，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就是还是有继续在做了，对啊，至少大家现在基本上好像都有找到自己的这个出路，这样我就觉得还算是不错。哇，这康五猫，希望打到一下吧，完了 GG。Oh my god， 那我觉得应该那个要叫一下那个零号机，因为零号打天使敌人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天点坦克哦。对啊，就有一些东西啊，回忆就回不到当前了。像我们之前还有就是去 Wire Force， 然后录什么那个影片或抽卡影片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回应的或是互动的人数就很高。不过现在基本上就是随着那个时间呐、啊，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有变比较少这样子。但可能就是那个吧，就是一个那种过客的这个概念，就可能就是我之前讲过啦，就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做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想到那么多，然后后来我是看了有一些观众留言，就是说什么、哦，因为就是在他那个什么就是难过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刚好有看到哲平的影片，然后他就是一直看下去，然后就觉得很棒或干嘛之类，然后陪他度过就是他难过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们的每一部影片都可以有这么伟大哦，所以就是当然就是会变成就是坚持一直就是每天更新的原因啊，就是搞不好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需要一个声音啊、哦，就是每天跟他在这边聊天，他可能就是已经习惯要听这个声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就是。有时候会坚持，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为什么不那个，就是哎该怎么说？为什么不就是断更或干嘛？因为我看到蛮多朋友，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可能做一半，然后可能就是心态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休息吧，就是去休息，然后休息完之后，然后过好几个月再回来，然后就后来又在休息这样。我看好像蛮多朋友是这样的，但我就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，我只要一停下来，我好像应该就会直接停下来了，所以我就尽量不这么干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一偷懒，我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偷懒偷很大的那种，所以我就不敢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什么一直逼迫自己的这个原因，其实也快了啦。我觉得现在已经33了耶，我如果做到43或是53，我可能真的就是一天只更新一部影片吧，或干嘛的。对啊。就是可能就不会这么多的那个时间了，哇，那就真的要成为一个历史了耶，我的天，但真的还是蛮感谢大家一直陪伴，有几个就是观众就是真的是一直都有看到，然后虽然他们有一些就是看我的这些操作看到那个脑溢血或干嘛的，其实我都还是蛮开心的。其实我不怕大家讲我干嘛啦，我真的是还好。但是我比较怕大家就是别人叫我干嘛之后，然后我其他一些就是觉得我很辛苦的那些观众，然后会跟你对呛或干嘛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。一天24小时，大家就开开心心嘛啊，我就真的也蛮烂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讲的也没错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保护我，我也很感谢啊、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毕竟就有点像是什么，就是这边本来就是会有一群客人嘛，然后这群客人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很喜欢吃哲平卖的这个牛肉面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你今天一个外来的这个观光客，然后一进来这间店就说干嘛你这牛肉面什么世界无敌难吃，到底在吃什么？这些人都是垃圾废物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就连这些人一起骂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当然就是要来护主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概念啦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蛮尊重大家的，我就觉得就还好，这些事情都还好。不是你讲我什么，我也不会就是因此就是少一块肉干嘛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反而是蛮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啦。就其实我当初做，我这样，我是讲真的，我当初做猫站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蛮多人，就是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到现在可能都还不是很多人都很喜欢我，因为他们还是觉得就是我是不是只是一个随便在乱玩，然后很吵的一个人。对我这边的评价是这样，我说你不要以为我在猫站这边很吃香，没有，我搞不好在大佬那边一堆那个黑，一堆那种就是比较不爽我的很多、哦。
因为猫战是一个比较技巧性的游戏，你看妈凭什么一个妈连这个红色喷喷都打不死人，然后可以就是很多人看，然后还就是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当然会看不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一些大佬可能比较跟我比较好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就觉得没差，就是你知道猫战这边的这个观众其实蛮凶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既然就是人家的领地嘛，啊人家明明就玩的比你厉害，你就当小弟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在那边争谁比较强或怎么样的，因为这个就不是我很厉害的这个领域，这个我本来就是一直都在跟大家就是求助或干嘛的，对啊，就是我真的很厉害的领域的话，我懂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你真的认真，然后你觉得你懂比别人多的时候，你当然就会觉得哇，你这个还那些供他巧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你们要跟我讲就是航海王卡牌要怎么打，然后我发现你讲的都是一些很白痴的东西的时候，那我当然就有这种心情。所以说，就我说真的，就是我这边不去做什么研究或干嘛之类的这些东西，虽然这样讲起来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样，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这样子玩游戏的方法我会比较喜欢，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那个 PVP 环节的东西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不然其实像那打排位又干嘛的话，那种我就会比较平。但我现在我已经算是一个比较老人的这个心态了，所以我比较已经没有那种年轻人成凶斗狠的那种感觉。我以前可能就是像我之前讲过啦，我玩那个就是格斗游戏。然后原本一直就是全服第一名，然后后来只要退到这个第二名、第三名，然后没有打上去，我妈摔手机的，我是真的很容易不爽、很怒的人。就大家可能最近看那个我猫战的影片或啥影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就是我打不过或是干嘛的时候，我会很容易很躁啊、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，就是我录影的时候，我就啊，然后就开始苦笑。那其实那个叫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很躁，不是你就会觉得哇靠，因为。哇，怎么一直打不赢？到底在干嘛？我会这样欸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尝试个几次之后，我就那个。尤其是因为我跟你讲，最麻烦是什么？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准备要录这个出国纯片，然后突然卡一关，然后完全打不赢，对，然后我就录到很晚，比如说现在已经凌晨五点了，我还在录，那我就会开始啊，干嘛？超不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大概知道我是哪一种人类，所以我才不会去干这种事情。对啊，欸、你看耍八七的打不赢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完了。然后今天又聊了一堆废话。好啦，主要来说还是感谢大家啦，就这样子了。不管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的脑袋完全放空到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是要干嘛的耶。对啊，我怎么会讲这些啊？我、哦、不知道。哦，拜拜，睡觉喽。